非常难得，我们本来第一堂课啊，你们破冰之后呢，应该是我们的侯博士跟你们介绍大专生活的什么生涯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出国公干去了，结果呢，今天就送上门来，来了一个，来了两个，有，哎，我们大概是将近20年建交关系，他当年就在理大佛学会非常活跃分子哈，然后也像你们一样也当过工委、筹委啊，筹办佛学营等等。啊，这一位呢是他的学妹，也是他的学生。那当年在佛学班代课的时候，他还是学生，啊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所以今天呢很难得他们送上门来哈，我就说逮到了哈，不用摆不用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今天的课程非常精彩。他会把将近20年前的，连我的照片也在里面出现呢。我想今天很难得这个时间呢，我就教了45分钟给他，我只讲4秒钟半这样子。